谁叫你这么降温的？我们上一次来40度，39，这一次来19度，直降20度。完蛋，我这次出门带的全是那种辣妹装，短裙、短袖、短裤，但是我只能回去穿像个大爷一样回去了。Today is 电竞选手赖小琪复出一天不打比赛。然后做了一个烟雨江南的发型。不能就是放松我的眼皮，不然会肌无力。你人睡够了，但是你身体是疲的。对，到点儿了。继续，叫着伙伴去冒险，哔哔向前冲！